针对着中国解放军昨宣布咧，咱台湾四个位啊海面空中开始进行着联合利剑的军演，咱台湾金防部嘛咧全力戒备，金门下仔一挂军用的卡车、战甲车拢驶伫路的，海巡方面嘛出动快艇伫咧海面来待兵，两岸局势形象变较紧张，陆海空三军全面出动，全力来戒备。